很久的哦，对对，你那个东西，你那个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，不是他的手机现在有问题了，手机是啊，里面有个手机，我们当时可以点。假帮主，假帮主。假帮主，你现在手机里也有个黑点对吧？对啊，每次照出来都对啊对啊，大家都要。对啊，现在还是两个黑点了。两黑点。以前一个。上来了他们。那有。哎，你的电池换了吗？我的电池已经换了。我电池换了，换了，但是其实还是慢，我还要按大概十几下、二十下，才是允许我输入password。我那个好像好很多了。哦。而且时间还蛮冷的。对，是是。那个一天充一次，一天好像。那个逍遥他没有放在头上，他是拿在手上拍的。拿手上，对，他拿那个什么杖，那个平常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震动就少了。他是有减震的，他是减有减震器的，他那个。对啊。你不是说逍遥，他是说那个，好。走哪里？走。还有黄轩，这个黄轩上不上来了？走。他马上上来了，他马上上来，他在后边。黄轩嘛。敖缺在上面，刚才他录那两个女孩，都追了我们一早上，什么什么的。追谁呀？在那边叫一下。就是。说你们两个要是玩的跟阿姨，张口就说，我追了你们一早上也没追上。谁说要追我们早上？敖缺。啊，等着等着。哎，你自己拿那个 Max Pass 换了那个东西吗？是他。哦。Voucher。哦，他的 Voucher。哎，那个 Henry，我们后来全都够了哈。对。全都搞定了哈。对啊。谁用了那个 Kids 的？七彩和妙笔，他们个小。人家很不情愿。人家两个小少先儿童。人家已经摔上了，以后他俩就。觉得给他剪掉了，换了。最后新来的，我就给他们三个新来的，都给他 adult， 知道吧？我就把他们那剪掉，把他们那拿下来了，换掉了。他每次都是这样把这干果带上。对呀，他说我要带上。我们走，走喽。来了，老党来了。路上就是那个，路到下面，到绿的下面。走。你这个录了吗？我现在没。哦，咱还。哦。早上我。哦，你把它接掉呗，这样影响你的这个清晰度啊！你这不是一个，肯定是一个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是保护你的。哎呀，对呀，我看有个小红点。我没注意。到了。走。哟呵。哈哈，抓到。好几次都认真摔了。哦，这吧，那个是穿西装的时候下的。打狗他怎么看出来的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个酷军的 Max Pass。对。GoPro 开机。GoPro 开机，开机。